我十七岁嗰年，我确实系见到真嘅僵尸。乌蝇奶油猪，呢两个职业杀手嚟。我唔理你用咩方法都好，点都要俾佢帮我抬嗰半个字棺。喂，风仔佬，九阴聚财穴可以喺方圆五里之内，将所有阴宅嘅好运吸晒俾自己嘅所有子孙。瞓，以后都唔会再搬。只僵尸系咪收埋喺电视台入边啊？而家咩年代啊？僵尸，我觉得有啲唔妥。电视台系咁啊？唔系尸变啊？忍唔到，你会永不超生。吓亲你啊嘛？冇，大佬 short 咗。你大佬俾鬼迷啊？咩啫？咪就一个。三界伏魔大帝，中毒哪吒三太子，齐天大圣急上身，大显神威。你有机会，好似狮王心头插埋去。